什么？青岛都没人了，怎么可能？台湾的民主圣地，台湾的民主精神可不见了。我现在就是立刻揭发真相，各位朋友，我们 go！ 天哪、啊，我想回家了。台北的太热吧？这边的水泥地根本烤炉。我走到现场，已经整个快虚脱了，不在房间吹冷气，为何来这边受罪？听说我凉风扇在哪里？只有烫到不行的柏油路，空气整个大喷火，我的肺都要烧起来了！救命啊！现场的物资还是很齐全，大家可以拿爽爽，但热到没食欲，拿了也吃不下去。志工也很辛苦，你可以看到表情充满汗水与痛苦。吃粥热，煮粥更热啊！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来现场很爽，大家只是贪小便宜。游行真的没有快乐，天气热只是把这个事实更强调而已。要不是立法院乱搞，谁没事要跑来？哦，真的太热，来吃午饭哦。这个是韩式的店，哇，这个你看，如果找家有冷气店都不错。这是他的肉，啊，这个、泡菜，这个175啊，直接我们不啰嗦，牛肉先来，哇，这个牛肉还蛮大块的。很有劲，薄薄的，哦，一小时了，来口汤，哦，这汤非常够劲，非常辣，哦，味道非常爽，哦，这个有点厉害，哦，非常有劲，非常爽。然后付白饭来测一下。怎么这个在这种火锅店吃白饭特别好吃啊？配合这汤头。特别爽，这配料非常多，你看，十味棒。泡菜底部，哇，好丰富哦！哇，还有这豆腐，夏天吃火锅就是有点特殊的爽味。豆皮，哇，哇，汤汁细好多，很多汤汁，豆皮又有劲。嗯，喜欢喜欢。豆腐好大一块，哦，臭豆腐，臭臭的，香香的，哦，太舒畅。哦，很舒服，挺不辣啊。嗯，熟悉的味道，舒服。泡菜来了哦，这个韩式的精髓。我天气这么热，还吃这么辣，这个。我非常合适，酸酸辣辣，这个让你这个。汗潮淋漓，哦，还是泡菜爽，哦，料好多好爽，这个料很多，哦，谢谢大家支持哦，爽歪歪，嗯，回家前又拍了一下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现场的热，快中暑了，先撤退。这那个真的太热，真没办法啊。那个今天心里就是，其实民主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事，只要你平常关心政治，然后有注意这些候选人的那个宣言，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，哎，你就投对人，选对人啊，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事了，我们就看看电视，打打游戏啊，这个日子过去。啊，没想到是有人啊，对政治不关心，然后那个看看那个网络。
看看那个大外宣，看那些网红还在乱讲，然后票乱投，现在立法院在乱权乱搞，搞得我们这些人被去上街头看看，搞得他们累。所以这个希望下次啊，那个大家投票的时候好好看，好好选哦，到时候也不用说什么嫌热嫌麻烦哦，连上街都不用了。